计时，我们今天要拆开学前最后一件礼物——魔戴兽球。哇，雪白雪白的小狗，快看，萌萌的，多好看！我和妹妹的小狗是同款，遛弯摇摆公主狗，开启遛狗模式吧。好的。让两只小可爱。胖子小狗倒啦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小朋友们，快看，你看他们两个多好看，多可爱呀！忍不住想要抱一抱。小丸子，我要抱着你，可爱呀！你喜欢吗，彤彤？当然喜欢。来拆魔戴兽球吧。好的，从最小的开始吧。我们要打开了哟！哇，好可爱呀！粉粉的小可爱，是这个小可爱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哟。还有三张小贴纸，我也拆啦。它怎么能这么可爱呢？也就是呢，你怎么长这么好看呢？哇塞！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小朋友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哟。它好萌啊，也有贴纸，我们俩一人一个。这是什么呢？呀呀呀，哇，这又是谁呢？哇，闪闪的，还有一包水晶泥，还有一个小蛋。小蛋里面有个这样的小可爱，这手感太棒了，可惜我们都叫不上名字来。又来一位喵星人，长长的小尾巴，非常有光泽度的毛发。哟，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小朋友们知道告诉我们哟。拆里边的小蛋蛋，可爱的小猫咪一枚。愉快的假期结束啦，新学期要好好学习哦。